小天，他们最近都在跟我说我演的周楚除三害很好看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，那个其实是你演的，不是我演的。把盖票大了，让道上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谁。他们最近都在跟我说我演的周楚除三害很好看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，就是怎么样能够解释，就是那个其实是你演的，不是我演的，我们一起想个办法好不好？这不是我，嫌你贵了，这是明道。就我本人，你确定不是明道？对不起啊，我真想敲死你。谁把那个摆前后的？你们这就是搞事。老友以为明道的只是阮经天的意思，不是。认真。我总觉得是同一个人，两个名字。极度有创意耶！我比较白啊，我眼睛比较小啊。以前我看他，就觉得他长得比较美，他年纪比我大一点，所以我有时候，我以前小时候遇过他，我就叫他哥哥。好，安俊年。问你。欢迎收看《星光云浪新闻》。耶！我们去唱歌吗？对，可以啊，可以。真的假的？习惯了靠你紧紧皱眉，就不能相对。作弊王吗？你们都没看。你是游戏王子，我是作弊皇后。我去，你都浪费钱了。那个，来。小心的，小心！贼彪，贼彪，你这些嫩逼！来继续，我可以。镜头哪里？镜头哪里？镜头哪里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宝贝，对不起。谢谢。恭喜恭喜啦！大大可以。恭喜啦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